大家好，我是梦梦。韩版的金手套卡在台版会不会跟韩子一样公式的最佳阵容而出现呢？答案已经揭晓了，在这次的改版中终于有预告了。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新成就是什么吧。点开任务，点选成就，里面获得球员中有获得最佳十人卡2张，也就是说台版的 GG 卡、金卡会依照最佳十人奖来进行出卡。那有哪些球员获奖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吧，这里我分成两张图片给你们看。首先第一张是10到21年的最佳十人成员球员，第二张则是91年到09年的。为什么没有90呢？因为90没有最佳十人的奖项。那么影片最后，我想知道大家对最佳十人卡有什么看法呢？可以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。那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